你边仔的人讲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这时阵，咱就做伙起立，用咱的歌声来荣耀主耶稣基督。做伙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。做伙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。做伙来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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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主耶稣。最回来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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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，伊是大君王，也过黑暗关系，拄起心灵忧伤，带来喜乐平安。伊是全能神，掌管世界万民，拄起罪恶捆绑。赐予我新的生命，做伙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，做伙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，做伙来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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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主耶稣，做伙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主。你是大君王，也过黑暗关系，拄起心灵忧伤，带来喜乐平安。你是全能主，掌管世界万民，拄起罪恶捆绑，赐予我新的生命，做回应了。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，做伙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，做伙来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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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主耶稣，做伙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主。你是大君王，你是大君王，也过黑暗关系。拄起心灵忧伤，带来喜乐平安。你是全能主，你是全能主，掌管世界万民，拄起罪恶捆绑，赐予我新的生命。要再来，咱大声来荣耀，最会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，最会荣耀。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，这回来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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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主耶稣，这回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主。你是大君王，你是大君王，也过黑暗关系，拄起心灵忧伤，带来喜乐平安。你是全能主，掌管世界万民，拄起罪恶捆绑，赐予我新的生命。最会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，最会荣耀，荣耀。荣耀我主耶稣，最回来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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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耶稣，最回来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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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咱用破声将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荣耀主。在我们欢喜咧庆祝圣诞节期的时阵，咱敢有想过，主耶稣伊知影伊到尾是为着咱的罪，会奉定死伫十字架顶，但是伊犹原取着人的形象来降生伫这个世间，是安怎伊要安尼做？因为耶稣疼咱，耶稣真正疼咱。这时阵，咱就做伙用这首诗歌
来笑脸耶稣对咱的疼。耶稣疼我，我知明。耶稣疼我，我知明，因为记载的圣经，细汉伊那虽能吃，耶稣为疼惜命。搁一摆，耶稣疼我。耶稣听我，我知明，因为记载的圣经，细汉伊那虽能吃，耶稣为疼惜命。风对倒位来。心情谁人知，耶稣你听我，这事我知影，好好是的路，耶稣你听我，这件代志我确定知影。耶稣你听我，这事我知影。好，何时会落？好，何时会落？有啥人会当我靠？啥人当我靠？耶稣你听我，耶稣我通一生。来甲你伴我，我一生伴我，我那孤单无伴，你的话充满，我那无路通行，你做我无吃。Yeah.
我若孤单无伴，我若孤单无伴，你的话充满。我若无路通行，你做我无吃。我爱亲近你。耶稣，你听我，予你来。搁一摆，我若孤单无伴，我若孤单无伴，你的话充满。我若无路通。我爱亲近你，借你的旨意，耶稣，你听我，予你来引带，主耶稣听。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听我世间人，将你的独生圣子耶稣赏赐予我，为我来降生伫这个世上，也为我的罪来定死伫十字架顶。这款的恩典何等的大！我伫遮献上我的感谢，我也将今仔日的聚会交托伫主你全能的圣手，愿你亲身带领引带我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现在请坐。不好消息传和平，不福气的好消息传救恩的对锡安讲：“你的上帝作王啦！”这人的脚上山顶，到脊髓。
咱看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十二节，耶稣佮众人讲：“我是世间的光，对我的人无行伫暗，反正要伫活命的光，一点要点世间的光来照。”一点，咱主日二的小小班、幼幼班，因要来娱乐咱的主的出世。我
的爱在我们心中发芽长大，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相爱，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哦。这是小小班，耶稣讲，恁就带细囝来就近我。感谢主，遮个妈妈会当将细汉的囝仔、细汉囡仔来带到主的面前。啊，过去就是幼幼班，哦，这有读册啊，哈，拄啊迄无读册。多谢这幼幼班的表演。
咱接来吟圣诗七十首，新的圣诗七十首，旧的圣诗九十四首。咱做伙来普天同庆，主临世界，咱起立来俄罗斯。一条用主教师的祈祷文，咱三个来祈祷。我伫天那边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上像伫天呢。我的世界互我，赦我的过犯，亲像我也要赦免过我的人，无伫带人入去，着救我脱离歹的，因国关联，因国你所有。到在无尽，阿妹，请坐。一碟注意了，学生，伊要来献唱。小的时候有着一个梦，十二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，他会带来礼物，他会带来祝福，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。长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，十二月的天空耶稣为我降生，他会带来礼物，他会带来祝福，圣诞主耶稣是你我的帮助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的主耶稣，赐给我喜乐平安，为我们带来祝福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的主耶稣，叮叮当叮叮当，耶稣给我们礼物。Ha ha ha!
小的时候有着一个梦，十二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，他会带来礼物，他会带来祝福，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。长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，十二月的天空耶稣为我降生，他会带来礼物，他会带来祝福，圣诞主耶稣是你我的帮助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的主耶稣，赐给我喜乐平安，为我们带来祝福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的主耶稣，叮叮当叮叮当，耶稣给我们礼物。主耶稣赐给我喜乐平安，为我们带来祝福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的主耶稣，叮叮当叮叮当，耶稣给我们礼物。叮叮当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你看他不比风霜，面容多么慈祥。叮叮当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他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一条咱稍后来看《启门》第四十一篇，《启门》第四十一篇。《启门》第四十一篇，咱稍后来交通。行在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。伊予因的国家强盛，予因大欢喜。亲像在收割的欢喜，亲像你毁灭美殿的军队迄日，降断因肩头顶的骨的冠，侵略者的军衣，高着花的军服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伊要负担国政，显明的导师，应在天边，伊的主权无穷，伊要坐大笔的宝座。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，万国的统帅上主一定会做成这个事。咱这点稍后来祈祷。感谢主，在这个世界普天同庆、祝你个我、祝你圣诞的日子，祝福阮有份今日。当到伫主的殿，予阮放下阮一切，才来庆祝主的诞生。主的诞生，是予黑暗中会当得到光明，会当世界享受迄个和平、迄个光明，予迄个羊仔会当夹屎，伫遐当食草，鹰仔伫蛇的洞口。会当伫遐佚佗，主，这就是主你来
的意义，阮才享受圣诞的快乐，阮才伫庆祝。但是阮看见阮周遭的兄弟，有济济人，因袂当甲阮相佮遮来享受这个圣诞的快乐。祝阮看见阮台湾的社会，有迄失业的劳工，为着无通食，为着无通给囡仔通好医治，地到地下来，唔那伊丧失伊家己性命，也将伊迄宝贵的查某囝地下来个害死。主啊，我看见主你过来的时阵，主你的圣诞，我咧庆祝的时阵，我看见遮个。主，愿主你帮助我，我有迄关怀人民的心，会当伸出我的手来援助遐个。主啊，我若要阁为着我台湾未来四年，我徛起即个所在遮个百姓，我要选出我新的总统。主，愿主你予我遮个百姓有智慧，会当选出一个心存人民公义的总统，予主你会听，主你的旨意会当行伫即个地面上，予我当享受即个福气平安。祝我即个时阵，我遮甲我教会遮个细囝、遮细汉囡仔，遮来同心庆祝主你的诞生。祝遮个细囝有主你祝福因，因为若无遮个细囝，我相信即个教会，搁伫二十年、三十年后、四十年后，我即间教会就要亲像美国遐教会。因为因无遐细囝，无遐青年，地教底下的关门。主啊，这是你的殿，你所设立的，求主你祝福这些细囝，无因会当渐渐大汉来伫遮，互你的教会才会当阁得到新的丰盛。主，愿主你看顾这些细囝，祝福伫因身躯因的学业。愿主你再去也。通过你的萝卜，予伊会当将你，搁我将你圣诞的信息来报予阮知，来予阮伫主你的内底来得到一个大好的、好的欢喜的好消息。伫主的面前，阮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圣歌队要传咱来俄罗一生保庇
诗啊，宣告对俄罗斯，那唔免拍破啊，无要紧啊。直接咱来享受上帝话记载伫罗新约罗加第二章第八节到二十节。新约罗加第二章第八节，迄地方有各样的大地山呢，迷失上天，各一的羊群，主的天使徛伫因身边，主的阳光微微做照因，各样的大惊，天使甲因讲，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恁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这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昨年的，这个就是予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侪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地地，俄罗上帝讲。极光为阳光归于上帝，地上和平，在伊所欢喜人的中间。这个天使离开，因就听的是个人各样的三甲讲，打咱来去伯利恒，看所成的事。就是主所报咱知的，就紧紧去找到玛利亚甲约瑟，佮看见婴仔困伫昨呢，看了就将天使所对因讲即个婴仔的事报人知，听见的人拢奇怪，各样的所对因讲的事。独独玛利亚将这的话记条条，心内常常在想，各样的倒去，为着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就是天使所对因讲的，来归荣光俄罗上帝。那牧师要讲到，伊的题目是“大欢喜的好消息”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圣诞快乐！今仔是报大欢喜的好消息，嘛要伫这三角来欢迎甲咱做伙敬拜这的兄弟姐妹。先来介绍中学点弟兄。学生，请问你坐伫倒，予阮来熟悉你。中学点同学吼，坐伫后壁，好，咱拍鼓啊，欢迎。好，请坐。啊，第一位是蔡琼华姐妹，请。好，咱拍鼓啊，欢迎。是学点的妈妈吗？哦，是学点的妈妈吼，好，正好做位来参加。煞只介绍徐君佩姐妹，请问坐伫倒位？坐伫遐，去你互阮熟悉。
好，欢迎你来，请坐。煞接介绍彭玉洁姐妹，请问坐伫遐，好，咱拍拍欢迎。好，请坐。啊，煞接介绍美雪姐的这个外佣，啊，是按印尼来的安娜。对，咱来马来熟悉安娜，拍拍欢迎。好，请坐。请来大家敬拜，请来大家敬拜，请来大家敬拜，我主基督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！在你的隔壁讲，你是一位有福气的人，你是一位有福气的侍奉者。今仔日是圣诞节，值得欢喜的日子。在全世界有关这庆祝圣诞节的焦点，可以说非常的多，将近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，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在庆祝。我们也可以看去百货公司也有这种圣诞特价，如果听到一折的时候，我想好你一定会很心动，很想要快走去排第一位。听到倒来有那种免费歌星一来，还是五月天一来，免收门票，圣诞欢庆，我想吼，